今天为各位介绍一支还原度极高的 Boys 1920、嗯、大马之马之母。嗯，好，嗯，介绍这支给大家，我觉得这支很特别，因为在我们没有闻过大马野的人来讲，这支其实它就是一支很绿调的那种很新鲜的那种草香。那我觉得它整支的走法会让你就是带给你一种很放松很舒服的感觉。然后一开始呢，你可能在一个情绪高昂的情况下，我们喷了这支之后，可能过了10分钟20分钟，你就慢慢的一直放松下来，有一种到最后好像泡完澡，然后一个很放松很 release 的一个状态，然后会让你整个心情非常的就是很平静，然后也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情况。我觉得这支感觉不只是一个香水，它还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味道，非常棒，推荐给大家。好，学姐，我们请用有呼过大马的学姐，不要在公开场合。好，这一支我觉得是 CP 值很高的大马香香水，嗯，因为它完整呈现大马那个叶子，就是你把它蹂躏过那个绿感的很呈现，然后走到后面的木质调啊，在你的身上，我觉得那个木质调是衬出有点带皂感的大马香，然后你会觉得整个香气会从刚刚心里想的这样很嗨，一直到慢慢慢慢放松下来，然后你最后你会觉得你的心是平静的，很舒服。然后我觉得它是一支集结了扩香性，然后持香度、价钱，然后香味也走得很好，我觉得可以来试看看，它 CP 值很高，是推荐给你们。好，我补充一下，那我是实际在荷兰有呼过大马的亲身。来告诉各位，这一支还原度非常高，而且它的等级，因为每一支大马都有从3欧、5欧、15欧到25欧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在25欧等级的还原度，而且它浓度是强的哦。那再来是，它在我们三个人的身上呈现的感受都不一样。嗯，有的人会觉得它闻的是更加安定舒服，有的人闻的是亢奋，所以。你一定要试在你身上，你才有办法感受到你是属于哪一种。嗯哼，欢迎你来试香哦，找学姐。来试看看。Yeah, 拜拜。拜拜。